高雄市长陈其迈十九日率领水利局、游民代表及冈山在地多位里长陪同视察冈山嘉兴五甲尾滞洪池及抽水站改善工程。陈其迈感谢民意代表支持地方建设，让五甲尾滞洪池顺利完工。那因为在冈山地区过去，因为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几个区域常常尤其在五甲尾地区，常常会造成民众常常受到淹水之苦那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邱志伟委员在中央争取预算，那总经费大概11亿左右那一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由我们市政府的经费来筹措所以非常的经过非常的大家一起的努力，要谢谢议会所有的这个包括陆副议长邱英那还有我们几位这个在地的这个议员的大家的一个努力那共同让我们这个五甲尾滞洪池能够顺利的完工。陈其迈表示，五甲尾滞洪池工程面积约12.5公顷，可提供滞洪量约60万吨，完工后可大幅解决五甲尾地区淹水问题。那我们从五甲尾滞洪池里面，其中包括了土库排水潭底，那还有嘉兴过去这些比较常易淹水的这个地区那五甲尾滞洪池总共占据的面积大概有12公顷滞洪量大概60万吨左右。那这个完工之后，就可以大幅来解决我们五甲尾地区这些淹水的一个问题。水利局表示，五甲尾滞洪池完工后，除了汛期期间提供蓄水滞洪之外，区内规划设置休憩座椅、环池道路，并在区内种植树木，提供民众优质休憩场所。